就是我天生我的左腿是是有缺憾的，叫缺憾吗？缺陷，对，所以我其实左腿是没有力，所以我所有的力是要放在一边，然后我每一步走的每一步路都会痛，所以大家走的一步对我来说都是有困难的 ，every day。那对我来说跳舞是更加是一个挑战 but 我小时候是做过这个手术，然后可是没有把它弄好，所以我的童年的回忆呢，就是大概是一岁多两岁的是在医院，然后是自己一个人，然后就是会常常想念，想回家，可是所以我都很难说这个，就是因为我都会想到以前小时候，对，因为小时候有这个恐惧，就是做完手术之后我不会走路，所以我会害怕，我也害怕如果我在做这个手术的话呢，有可能会走不了路，有可能跳不到舞蹈，我有可能跳不到舞。所以我会暂时不想去做这个事情，所以 every day 我都尽量去 live my life, do my best, 就算是一个挑战，就算是有困难的， but I try my best, 我去忍受它。我会一直等啊，我可能等30秒大概。